否在第二波主打刀马旦当中的新式东方造型，一直给人洋味十足的印象。新专辑首度尝试东方神秘特色。我们东方最大的特色就是譬如说旗袍和服，那这些都是非常漂亮的东西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在造型上运用呢？所以我们就把它改良一下，又变成现代比较有现代感的造型。那加上这一次在音乐上呢，有这首《刀马旦》是有一点这个中国风，那所以我觉得这一种的造型就会非常的贴切，是深咖啡色的那一套呢。那其实整个色调是比较沉一点，那它是应该给大家一种比较神秘感。那加上那个项链呢，它是雕，不是雕皮，就是皮做的，对不对？那它是从皮雕出来的一个 design。那大部分的一种的东西都是应该挂在墙壁上，那可是我们把它做成就是它是一个项链，那所以我觉得它很特别。身材倍儿棒的 Coco 非常性感，但是有的时候太露的造型，她还是会很害羞。本来这套衣服是没有外面这个纱，就里面这个Felicity， 我说每次我觉得太性感的东西，我就会突然就有点大舌头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因为我不想说我不喜欢，所以如果我就说Felicity， 他们就知道了，就我不能接受。那所以很棒啊，孙大牌就帮我加一个纱在外面，这样子就比较好很多了。完美的视觉享受背后总是要付出许多辛苦的代价。吐，那可是就一直工作，哎，就忘记了，不舒服，所以现在还好，觉得还蛮适应的。是一直踮脚，对，所以就会好痛啊，感觉什么呢？就是好痛啊，好痛哦。管那个是按摩脚那个节目，然后他们有一个女的把她抓去按摩呢，她就是不要动，脚底按摩，印象深刻哎。乐新网海玉芬整理报道。